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正面正面正面，哇哇，窗外鸟世界系列就是在我家窗前拍的，用的是 HS3-200-600， 还有一个两倍镜。然后这边是杠子瞭炮台、碧沙渔港、八斗子渔港，经常会有大冠鸠、黑鸢，也有曾经拍过游隼在这边飞。